所有 QNAP 跟 IEI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2017年 QNAP IEI 联合举办的全球产品研讨会在新竹 QNAP 新的云基地举行。我们看到全世界来的这么多的朋友，有从苏俄来的，有从东欧、西欧，有从东南亚，有从大陆、韩国、日本、澳洲、美国，全世界，甚至连南美的阿根廷，我们的朋友一起来参加在QNAP 云基地所举办的全球研讨会。我们看到这个物联网的时代，大数据甚至是人工智慧的时代来临，有这么多全球的伙伴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迎接这个新的时代来临，一起来创造更多的商机，非常非常的高兴，谢谢大家来参与。我们也预祝再来的一个礼拜在台北举行的电脑展展出成功，谢谢大家，请大家支持 QNAP IEI， 谢谢大家。